你给我滚！我妹妹只会被害死，小雨你要伤害更多的人。陆小薇活着，那一天就你见了。这回合以身死了，都回不来了。那你更要见机前辈。求你先放了我女儿。我枪扔了，医生，我可以为我妹妹做任何事儿。咱们还有最后一人，枪膛里有一发子弹，如果警察牺牲，人质会活。爸，别相信他们。谁死谁活就看你的了，东哥，快来了啊！无论如何，请不要伤害他，就是想看看你怎么做这个父亲的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，让你们有安全感。其实，爸爸为了你，做什么都可以。